家所有数字都与七有关，因为七是天罡之数。道家非常讲究七，认为完成一个七的修行轮回，身体就会经历一次彻底的再造。道家辟谷的天数都是七的倍数，七天、十四天、二十一天、二十八天。你知道吗？孵小鸡需要三个七天，就是二十一天。你知道孵小鸭需要多少天吗？